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横尾阔的副官藤山想杀工人以震慑路达，横尾阔并不赞同，他要留着这百余号性命，为日军的毒气实验准备大量活体标本。而专为这一计划请来的德国科学家瓦格纳提出，需要一个精通中日德三国语言的美女翻译。石田太郎逮到机会进到牢房，终于说动孔元不再绝食。八路军独立团团部团长杨全如和蔡政委正为如何反攻虎头山营救工人而苦恼，孔方和向海音的到来令他们大开眼界。孔方不仅推论出团部的正确位置，还指出横尾阔占领虎头山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建造自己的化学武器工厂。哎，哥，蓉蓉，爹和家里照顾好，我去救二哥回来。知道了，哥，家里的事情你别担心，你跟嫂子要照顾好自己。蓉蓉，哥走到哪儿都会惦记着你。下回打驴准一点。没问题。在这儿站着呢，外面透风啊，外面凉，咱们进去吧。安全送到了。送到了，八路军接走的。路上遇到危险没有啊？我听说炮筒子人跟八路军干上了。哎呀，老爷，那不是和八路。别瞎说，爹，我没遇到什么危险。那分手的时候你哥跟你说点什么没有啊？人太多没顾上。小姐，吃，别说了，进去吃点东西去吧。爹，咱回屋休息。父亲大任太监，游学多年未能尽孝，归家片刻匆匆再别，是非尔之本意，时势驱使不得不然。本不想留此书信，然此行入山，将与日求周旋，险恶重重，成败实乃预料。儿岂不知当初你想让儿接受家业，以振门楣，但彼时儿酷爱数学，并梦想获得菲尔茨奖，此为世界数学最高奖，为世界有志学人之共同目标。于是逆您心意游学欧洲，后因国难当头，我又转赴倭国留学，其实已非单纯学术目的，而是想了解此亲我土地，如我国民之国家究竟是何构成，有何不同。目下战火连绵，清朝之下已无完卵，个人悲欢何足挂齿。我跟海音此次同赴虎穴，虽有完备之计划，但并无完全之胜算。如若全身归来，自是大幸，偶有时机，此心极为绝笔。只盼来世再到父母大人跟前，不孝心于万一，临期匆匆，再送金安，不孝儿孔方何泪顿首。爹，小柔，有事。
没事，您进屋歇着吧。没事。二位老师，我这有一个我们地工部的协查通报，确实有一个德国化学专家进入了中国，此人名字叫瓦格纳，汉堡人，孤儿院长大，德雷斯顿工业大学化学系毕业，现为该系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在德国国内很有名气，攻克了很多化学难题，号称叫化学天才。此人生性孤僻，深居简出。就这么多。这么短的时间能查到这么多已经很不错了。是他一个人吗？两个，还有一个叫保罗的，也是德国人。保罗是他的翻译。保罗很年轻，才26岁，我们判断他应该是这个瓦格纳的私人保镖。至于他的翻译嘛，是另有人选，是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选派的。那是男是女？女的。我们掌握的情况是，此女叫信芳，上海人。更具体的情况查不到了。老陆啊，你可真行你啊！你这一个马蜂窝，你就干死了仨鬼子。哎呀，别提他，提我就知道，我就瘆得慌心里。这马蜂可比子弹厉害多，来喝口。哟，咱们还剩几颗子弹了？12颗，12个子弹加我那一手榴弹，这还能干死几个鬼子？哎呦，干死几个不重要，关键是干死几个有用的指挥官。这小鬼子现在警戒线拉得太大，咱们近不了身呀。我有法子。什么法子？你知道我是怎么逃出来的吗？怎么逃出来的？我从一个古墓的墓穴里逃。那墓穴啊，直通那棵老树，老树就长在洞口附近。咱们沿着墓穴的通道，然后再折回到老树上，我就不信他们不出来。好办法。怎么进古墓？要想进这古墓啊，咱们得先去逮一只鹰。不是，进古墓逮鹰干嘛呀？急什么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走，逮鹰去。来。奇怪，一个德国人的消息查得很清楚，而一个中国人的背景却什么都查不到。高老师，我们的敌工部，我觉得是尽了力了。杨团长，我不是质疑咱们的情报系统，我是在想，这里边有不符合逻辑的疑点。我明白。我是这样想的。这个瓦格纳呢，他是个名人，所以好查。这个信芳呢，她不过是个普通的女翻译，名不见经传，不为外界所知，所以比较难查。蔡政委，我想你是被常识和经验蒙蔽了。如果她真是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女翻译，那么我想，梅机关根本就找不到她。可事实上，梅机关发现了她。所以说。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翻译，那她是谁呢？现在还不清楚，但是不外乎有三种可能：一，梅机关自己的间谍，用来监视瓦格纳和横尾阔；二，军统的间谍，为军统服务；三，苏联远东的间谍。这三种可能当中，我觉得军统的间谍。概率比较大一些。对了，
我们现在掌握他的行踪没有？掌握了。大后天一早，他到了太行车站，但是有关他具体的资料，什么模样、长相啊、身高啊，都没有，连照片都没有。郭老师，你不会是想抓他很麻烦？是啊，抓他很麻烦。怎么了，老陆？啊，看见没？这是条路哎，我怎么看不出来？哎，这是兔子走的路，咱们要想逮那鹰啊，就得先逮一条兔子。哎，别开枪！我跟你说，这一开枪就暴露了。再说，子弹还得省着用呢。你想什么呢？我这逮鹰不用枪，那用什么呀？哎呀，不是，你是干啥呀？来，成，咱俩找个地儿等着吧。好。去哪儿啊？快来！哦。哎呀，杨团长，咱们部队有没有会擒拿的人？有啊。这就好，能不能给我派一个，然后再给我派辆车？我、大河，还有海音，我们四个人把他带回来。郭老师，要不要给你们多派点人？不用了，团长，我们去抓人又不是去打架，人多反而不方便。嗯，那您还有什么别的要求？没有了。那你们怎么进山呢？虎头山进一个团进不了，进一个连也进不了，但是我想进一个人还是可以进得去的。杨团长，你能不能给我派一个熟悉虎头山地形的交通员，把大河送到山里？那你怎么进山？现在还不知道。你跟大河一起进山不就完了吗？大河进的是虎头山，我进的是虎头山的兵工厂，不是一回事儿。至于我怎么进山，看来还是请到信芳女士然后再说吧。孔芳，嗯，咱们是不是得见见这个擒拿高手啊？能不能抓到人就靠他了。是啊，团长，这位高手在我们部队担任什么职务？他哪有什么职务啊，他就是个伙夫。你还记得上次你们吃那个面条吗？那就是他做的。是吗？我们能不能见见他？能啊。哎，行。孙，孙，到。团长。孔老师，向老师，认识吧？啊，孔老师，向老师好。那个是孔大河。啊，俺叫孙国亮。小孙，孙，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你去跟孔老师他们去执行。行。嗯，那饭谁做呀？哎，这你就不用操心了啊。听说你是个擒拿高手。哦，不是，他们都这么叫。你劲儿大。不大。不大你怎么擒拿？那擒拿不讲劲儿大。那擒拿讲啥呀？讲擒拿。这你露两手我们看看。任务很重要，想看看你功夫，挠我一手呗。哎，啊，行，来来，请。
你这叫情难啊！你这叫捞鱼。起来，我也会。你怎么办到的？俺爹教我的。厉害。黄老师，向老师，还行吧？不是行，是太行了啊！哎呦，怎么还剪藤条呢？啊？对呀，我这是给鹰准备的。给鹰准备的？没错。看来你手倒挺巧的嘛。嘿。哎呀。我小时候在村里啊，这一年到头可都吃不着任何一点荤腥。如果想吃点肉啊什么的，那都得自己想办法。所以呢，这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游的，只要我想吃，没有我逮不着的。那你小时候没少吃肉吧？哎呦，老陆啊，嗯，这可还真没有。你知道我小时候不是在庙里跟和尚习武吗？这白天给和尚干活，晚上呢我得习武。和尚不吃肉啊，所以我肯定也吃不着肉。一年到头我就盼着能回家。有一年过年我回家，我跟爹娘说我想吃点肉，家里真是一点都拿不出来。哎，我说爹，我就没劲儿，我要是能吃饱一顿饭，我肯定能把这肉给你带回来。咋弄肉啊？我爹呢，就给我拿了一捧地瓜干，我喝了三大碗水，然后我就到那野地里去撵兔子去了。可是这兔子太鬼精了，哎，根本不中我的套，那我火了，我撒丫子就开始追他。我从中午一直追到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那兔子被我追的，浑身直哆嗦，口还吐白沫，倒到那儿就不动了。哎呦我的娘啊，这得追出多少里地呀、啊？我不记得了，反正我就记得那天我是一直奔着西边去的，因为太阳一直在刺我的眼睛。嗯哼，那后来呢？哎，老陆，嗯，你知道这兔子它喜欢沿着沟底跑。我呢，看见他走弯路，我就走直线。他以为他把我给撇开了，而等他从弯道里一窜上来，一看我还在那立着呢，兔子气得嗷嗷直叫。兄弟，啊，你不累吗？累啊，嗯，怎么那么不累呢？可是我那时候我已经忘了累了。老陆，嗯，那兔子它在我眼里根本就不是兔子，那是什么？它是一团活蹦乱跳的肉。兄弟，你是想肉想疯了吧你？真没想到，这夺鱼团真是藏龙卧虎啊！如果不是非常时期，这伙夫孙国亮一定是个武术名家。那当然了，战争啊，把我们这些五行八素的人都变成了战士。你拿我来说吧，我家祖祖辈辈都是打鱼的，我都打过几年。谁想到我现在带兵打仗啊？你再说我们政委啊，二位老师，猜猜吧，猜猜我们政委以前干啥的？真猜不出来。我们政委以前是变魔术的，就是变戏法的。哟，政委以前是变戏法的啊？嗨，都老黄历了，不值一提。那蔡政委，你能不能说一说以前竟变过什么样的戏法？这老外不玩了，一提起来有点生。哎呀，这客气什么呀？别噎着了啊！给二位老师说说，以前跟我们也不漏。好，我呀，是以前在北平天桥上学的，这基本的手彩都会。大点的能变鱼缸、水桶，再大的就是大变活人了。
大变活人？对啊，就是把人从箱子里变出来或者变走。我师父死得早，我一个人撑不了场子，就跟部队走了。我跟你们说，到现在我们政委到了晚上不睡床不睡床，就睡他那大箱子。哦，睡箱子？对。那箱子在哪儿？我就记得我逮着那兔子的时候啊，我看了看周围的环境，烟雾缭绕，一道道霞光接地，一棵棵大树参天，好像在下雨，但是又没有雨点儿，好像在打雷，但是又没有闪电，我当时心里有点害怕，拎着兔子我就回去了。哎呦，你赶上年夜饭没有啊？没赶上，我第二天早上才到家，我娘两个眼睛都哭肿了，我爹劈头盖脸就是给我一顿揍。不是，为啥呀？哎，这不是逮着兔子了吗？他们以为我让狼给啃了啊！我要再晚回去半个时辰啊，我爹就上吊自杀了。这为了吃口肉把儿子赔进去了，这个恶名他可担不起。哎呀，不是，哎，那兔子呢？兔子？哦，对，兔子。我回去路上啊，那兔子缓过神来了，它两条腿一直在蹬我，然后还叫。我就想，我就把它拿出来摔死得了。可是，大晚上的有个伴儿也挺好的。后来我就把它带回家了。那吃兔子肉了吗？关键就是没吃着兔子肉啊。我娘说啊，那兔子是地府里来的，哎，勾魂儿，不能吃，让我把它给放了。我跟你说，这兔子是福大命大造化的，可不是吗？我去放它的时候啊，它在那个地里蹦蹦哒哒好几下，突然间它转过头来看着我，它对我做了一件什么事儿，我讲出来你肯定不相信。你说说我就信。真的？真的，说吧。它两个后腿蹬地，两手给我作了个揖。来，来，帮我个忙。这箱子啊，是我师父给我留下来的。他给我留这箱子，想让我继续吃这碗饭，可是我改了道了，为了留个念想，也算给我们师徒留点纪念，就把它留下来。我跟你说，到现在都舍不得扔，这家伙金贵的呀！新军打仗，我还得弄俩战士帮他抬着。那这个箱子它的机关在哪儿啊？哦，这机关很简单，这箱子底下有一个有弹性的夹层。蔡政委，这大变活人有什么要求啊？像我这样的人能变吗？像你这样的变不了，你太高了。知道为什么我们变魔术喜欢用女的吗？不是因为女的长得漂亮好看，是因为啊，女的个子小，她不容易穿帮，所以变这种魔术呢，最好找一个皮包骨头的。皮包骨头。怎么是你啊？怎么了？怎么了？老陆啊，他就我刚刚跟你说那个我六年前撵的兔子。别扯淡了，真的，你爱信不信。我不想跟你说啊，兔子老弟，我不管是不是你啊，今儿你再帮我一个忙，逮着鹰了，我立马给你放了。
魔怔了，哎，真的魔怔了。啊，来，喝点水，谢谢。蔡政委，能不能教我一点魔术？孔老师对魔术感兴趣吗？也谈不上感兴趣，我总觉得在以后的行动当中能用上。对了，一定替我保密。好，我明白。您想学点什么呢？什么都可以，最好是那种随手就能变的。好，我教您几招。谢谢。英会来吗？这有鬼子就有八路，对不对？对。那有兔子，那就得有鹰。我怎么没看见鹰啊？哎呀，鹰在高空盘旋，它看得见你，你肯定看得见它。那你说，哎，啊，这鹰看见咱们俩在这，它敢下来吗？这鹰只要看见兔子，谁在那儿它就扑。哦。那这鹰可真够傻的呀！啊，我觉得有点像日本鬼子。啊，把咱们当兔子，其实咱们是猎人，你说是吗？哎哎，看见了吗？鹰！哎，下来！喂！好，玄武，厉害！哎呀！孔老师，您学得很快，还是您教的好。大哥兄弟，你把衣服脱下来，我帮你洗洗吧。衣服不用不用，我啊常年泡水里的人，衣服可干净了。肖老师，那小子哨子给你拿过来。哎，谢谢，麻烦你给大河吧。啊，大哥。啊，上。哎哎，回来。找时间你教我擒拿啊。哎呀，那家传的不教。哎呀，我教你憋气儿换你的擒拿。憋气谁不会啊？嘿，你别吹牛，我跟你说，我憋气能把王八憋死，你行吗？哦。我跟王八没仇。哎，你小子，你要这样，我跟你有仇了啊！哎，中午到仓库去吃饭。哎，大包子。好嘞。大豪兄弟，你把口哨给我，我教你。这还用教啊？试试啊。嗯。我教你个口诀。嗯。你记住，一左，二右，三前四后。啊。再试试。嗯嗯。你这不带从一直接吹到四的，我反应不过来。你好好练练吧，这口诀会有用的。这世界上的事情啊，不都是顺着来的？行，啊，记得跟孔芳说去团长那儿吃大肉包子。啊，孔芳呢？不知道啊。这小子呀，从小就毒，可有主意了，什么事儿都不跟人商量。孔芳。去找找他。给您，这是什么？这个是我变戏法的一些小道具。哦，送给您。谢谢你啊。小玩意儿不算什么。对了，蔡政委，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小忙？您说，今天外边有演出。我想借此机会试一下大变活人。变你啊？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
看，这是奴隶。肖老师，您这诗朗诵的太好了，太有力量了。同志们，肖老师演的好不好？好！欢迎肖老师再演一个。看见孔芳了吗？孔老师啊，嗯，在蔡政委那儿。啊，我要去找他。就这么定了啊！孔老师，哎，咱们得练练呀，孔老师。向老师，你们聊，你们聊啊，我回去准备。好好好，一会儿我叫人来搬东西啊。哎，好好好好好。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就这么大个村子，我能跑到哪儿去啊？怎么了？啊，小孙说，团长叫我们去吃饭。我不去。为什么？减肥啊。你不像在开玩笑。当然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会真的想用蔡政委那个魔术镶进山吧？没错，我要瘦成皮包骨头。你这完全是胡思乱想，这根本行不通。只要我能进去，就能行得通。天方夜谭。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孔方日谈。你现在开玩笑有意思吗？没意思，但至少能让我们俩暂时的放松。我不要放松，我要放心。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放心的。走，我们看演出。不去。拿手包子包子，就是不一样。你不吃个亏了吗？你多吃几个吧，我就不吃了。高老师，我跟向老师的想法是一样的。你弄那么一个大箱子进山，这恐怕不是最好的办法。团长，刚才我们大变活人，你已经看到了，很成功吧？啊，海音，你也看到了吧？高老师，你再成功，那也就是个魔术。魔术短时间内藏人还可以，可是进了山以后，沟沟坎坎的，搬上搬下的，而且你在箱子里捂那么长时间，会很麻烦。政委，箱子的透气性有没有问题？透气性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你带这么大一箱子进山，是不是有点扎眼啊？政委。从这个院子望出去，你能看到什么？山头几座？这个我还真没数过。山头多扎眼呢，你天天看都不知道有几个。人们总是对一眼就能看见的东西熟视无睹。你觉得箱子很扎眼，是因为你对它很熟悉，这是你心里边的感受。其实别人不一定这么想。就算箱子不扎眼，一个女翻译拿着这么大一箱子，你觉得合理吗？是有点奇怪，不过他们只是感觉到你奇怪，而不是箱子奇怪。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从箱子转移到你的身上，然后进行交流沟通，使其合理化。孔芳，你就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吗？没有，目前只有这个箱子能让我跟你一样
合理有效地进入到这个山里。那就是说，如果蔡政委不是个变魔术的，如果蔡政委没有带这个魔术箱，如果不是那天偶尔说起这件事，你就没办法进山了，是吗？这事就解决不了了，是吗？阿姨，我觉得我们讨论问题应该有一个基础前提，就是不讨论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就像我们不能讨论虎头山没有被日本人占领一样，我们不能假设发生了什么，没有发生什么，我们只能就着现在已经发生的事实来解决问题。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魔术箱，于是我们就根据这个魔术箱来做文章。你这是撞大运。我承认，是有一点撞大运的意思。孔芳，你原来一直跟我说，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犯错上，你这样就是把希望寄托在日本人的粗心之上。你错了，日本人从来不粗心，但是我钻到魔术箱里也不是细心就能发现。魔术的目的就是要躲过那些眼明心亮的人，既然在舞台上，在众目睽睽之下他都能不露破绽，我想在生活里也一定能瞒天过海。对不起，这事我配合不了。阿姨，阿姨，我想什么事儿应该都有个过程。是是是。慢点，二哥。阿姨，你听我说好。我不听。阿姨，你听我说好。为什么不能强攻虎头山？独立团真的不能强攻虎头山。第一呢，兵力悬殊；第二，虎头山易守难攻；第三，现在独立团失去了兵工厂的弹药补给，一旦强攻的话，恐怕会死伤很多人。不但孔元和兵工厂里的人救不出来，还要搭上很多战士的性命。你计算出小概率事件的结果吗？没有，因为小概率事件无法计算结果。那推算到现在是什么情况？推到现在目前的情况，此时此刻我们已经进入了小概率事件的启动模式里面。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我们在小概率事件的律动数值之内。如果是，我们就继续；如果不是，就意味着失败。我们现在怎么才能知道我们是不是在小概率事件的律动数值之内呢？可以检验。谁来检验？你就可以，因为你是我们小概率事件里边最重要的指数。怎么检验？找一种概率事件中最难的。比如？好，我来检验。但是我告诉你，相比较数学，我更相信自己。天哪！小概率事件启动了，我们在安全数值之内。你再让我看一下硬币。阿姨，你要相信科学。
相信我。嗯。受的优势了吗？来吧，我先下去啊。好嘞，慢点啊。来，给我。将军，请饮用膳，一起喝一杯。陆将军，还敬陆自己洗鸡饮鸡。这菜这酒很有讲究，请坐。知道这四个是什么菜吗？爷，这是冻肉、茴香豆、油豆腐、青鱼干。将军想懂酒菜搭配几妙？不是我懂，是鲁迅懂。鲁迅知道吗？听闻过，不善知之。中国最有名的作家，他的作品应该值得我们注意。1924年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小说，叫《在酒楼上》，曾经提到过四个菜，就是今天这四个。将军真乃下辈苦心，不及此酒，又来自何处？即墨老酒，山东的一个县城。尝一口。这谁的墓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不过好像不是一个人的，很多人。不是，这儿多阴森呀！不会到了鬼门关了吧？他怕啥呀？咱们闯了这么多回鬼门关，鬼都懒得给咱们开门了。不是你当时进来你害怕吗？当时进来我有点怕呀，可后来想我打鬼子的，我鬼子都不怕，我怕鬼干啥呀？后来我就不怕了。然后我想，没准这古墓里的魂保佑我，把我给救了。阿弥陀佛。兄弟，咱要活着出去，一定给他们修碑立传。我跟你一起。好，您在前面，真有点害怕。来，马上到了啊。好嘞。如何？难解其妙。中国老酒厚重绵长，日本清酒出不了此味道。为何？地不够大，土就不够深。水不够浓，酒就不够醇。清酒之淡，更显出岛国之狭窄；老酒之浓，盖因中华土地之深厚。哎，知道中国的筷子一般有多长吗？不知也。7寸6分，代表人有七情六欲。七情表示喜怒哀惧爱恶欲，六欲为眼耳鼻舌身意。七情六欲就是说，人之所以是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只是有原始的欲望。我没想到，一串筷子，中国人今夜富裕，这么重大之意义。一双筷子，一片土地，
凡是对手的东西都不可忽视。活着就可以拿起筷子，活着就可以看到未来。兄弟，你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哎呀，虎头山保卫战的时候，我被炸弹震晕了，摔进来的。哎呀，我的个娘啊！真没想到，有这么大一个墓穴。哎，这个树洞通哪儿啊？上来你就知道了。小五，咱们在虎头山那么长时间，哎，竟然谁都没注意到这个大事。是啊，谁能想到他还连着座古墓呢？咱们要好好的利用这个隐蔽的地方，干掉他几个鬼子。哎，老陆，你得专门找官大的打啊。行了，我知道了，别说话了，先观察观察情况再说。那将军，咱们该如何应对？我还要观一下天象。万万不可，八路军狙击手尚未抓到。告诉我，现在最好的狙击步枪射程是多少？800米左右。八路军狙击枪最多是300余米。现在手中有五军机枪，弹库算800米左右。我们的警戒线到洞口的距离是多大？1500米。那怕什么？将军，您常为中国有句俗话：“朝鲜夕的万年船”。况且，你一先知，八路军惯有游击。他就是再能打，也打不着我。请您遵守您自己定下的规定，要装普通武装。嘿，这左边的是个老兵，右边是一脸孙子样，一看也不是个当大官的。兄弟，啊，小鬼的军装我认识，只要是穿大官的服装一出来，我就一枪毙命，替兄弟们报仇。哎，老罗，我跟你说啊，你可得盯准了这次，这一枪打不准，暴露了咱们俩位置，可就什么都没戏了。废话，我傻呀我。忍，一切都忍。对，忍字头上一把刀，得忍。咱们回去。兄弟啊，嗯，不对呀，你看看，你看那个穿军官服的，像老兵说话的时候都静着呀。
这有点不对劲儿哎。哎，不会那老兵是个大官吧？换装了啊！哎，打他！走眼了，兄弟，鬼子太狡猾了。不是他们狡猾，还是咱们俩太笨了。你想想，哎，这大半夜的啊，一个当官的陪着一个老兵在这溜达什么呀？摆明是在这装吗？啊，行了，别说了。等下回我见到他，一枪崩了他。没那么快会再出来的，咱们歇会儿吧。好。哎呀。你睡了吗？真能装。哎，我问你件事儿啊。什么声啊？你想好怎么进山了吗？还不知道。那怎么办？会有办法的。那你干嘛还不睡觉啊？因为你还没有睡。你怎么知道的？感觉到的。你还感觉到什么了？啊？我还感觉到龚大河的呼噜比较大。你睡吧，我马上就睡觉了。好好的。树林子里来了，哎，他真是我6年前追的那只啊？那到底是来报恩的呢，还是来勾魂的？行了，别瞎想，这世上的兔子长得都一样啊。反正我这辈子肯定不吃兔子肉。哎，来，兄弟，给我说说。等把小鬼子赶走了，你打算干什么呀？我还真想好了。干什么？那说出来你别笑我。哎呀，我们弟兄俩就全当是说说知心话。哎呦，我想回家找个媳妇儿。不是，媳妇谁不想娶呀？兄弟，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啊，你跟着我干，我保你能娶上媳妇。老狗。我跟着你干啥呀？我卖豆腐脑啊。不是，你别笑，我跟你说，哎哎，我们老陆家豆腐脑，那叫一绝啊！不信你到济南府打听打听，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们老陆家豆腐脑的。哎，就说早晨吧，来买我们老陆家豆腐脑的能排出3里地气，你信不信？我信。你不是这卖豆腐脑跟讨媳妇儿有啥关系啊？你再说我也没吃过豆腐脑。不是，哎，嗯，你真没吃过豆腐脑？没有啊。哎呦，兄弟，
你这辈子活着太冤了。你给我说说，你告诉我豆腐脑有多好吃。哎呀，这样吧，看在你我是战友的情分上啊，我先用嘴给你做一碗，你用耳朵先尝一尝。哎，等把小鬼子赶走了，我再亲自用手给你做。啊，做这么一碗，你那个时候再用嘴尝一尝，怎么样？你真有想象力，你啊！行，那你说，我耳朵直愣着听。好啊，我说了啊，三更天，我起来，置上一大柴锅，往锅里扔半扇猪肉，再放上一只本地的柴鸡，用柴火大火咕嘟着，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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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它开锅，然后往里搁料。你这啥叫有料吗？这叫有料。你都搁啥料啊？别着急，慢慢给你搁。你听着，我先放丁香，丁香，有桂皮、醋、八角、黑酱、茴香籽。哎，把这些料放齐了以后，继续咕嘟着。但是这火呢，由大火撤成小火，怎么继续咕嘟咕嘟咕嘟？一直把这汤炖的是只鲜不腻。我拿起一勺子，哎，在锅边上这么一撇，这么一舀，放到嘴边，做好了啊，这汤就算是齐了，能吃了。哎呀，这只是汤做好了，接着我再给你盛豆腐脑。哎，这豆腐脑盛可是有讲究，只能是一勺下去，绝不能二勺，知道吗？然后扣在碗上，像个馒头状一样，然后再把刚才卤好的高汤往这碗里一浇。哎，我给你浇的是溜边溜眼儿。吃辣不？吃，我特别喜欢吃辣椒。好，我给你多放些辣椒，再捏上一撮盐水，最后哎，我再给你滴上一滴香油，这豆腐脑就算是齐了，怎么样？怎么样？可真行哎，老陆，我耳朵都听长了。兄弟，哎哎，只要你跟着我，我保你天天有豆腐脑吃。去找媳妇。行，那我就给你当长工呗。你看看，新社会不叫长工啊，那叫店员。店员，记住啊！行行，爱是啥是啥，反正我就跟着你干。学我呀！等把小鬼子赶走了，这脑袋还在肩膀上扛着的时候，咱们这豆腐脑的事儿就算是成了。老陆，哎，你说这要打完仗，咱俩不死可多好呀！啊，有媳妇儿哄，还有豆腐脑吃。哎呦，瞧你那点出息！哎，除了想吃我们老陆家豆腐脑，就是娶媳妇儿。我跟你说，你是店员，店员是干什么？你得好好的给我卖豆腐，卖，我肯定卖。哎，你说我打仗我都没怕过，我卖豆腐脑我能偷懒吗？不可能。来，老罗啊，你知道我想啥呢？想什么呢？我就想呀，哎，你说咱们俩要现在已经老了，那该多好啊！为什么？哎，俩老头甩着手啥也不干，整天的就晒太阳，哎，一晒一天就过去了，一晒这一整天就过去了。不是，你这话说的多丧气啊，这不就等死了吗？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什么意思啊？你想啊，哎，咱们俩要是现在已经老了，那说明啥？说明咱们这仗没死。哎，没死，咱们这一辈子不就过齐活了吗？这车呀，听人团长都舍不得用，喝油喝得太厉害。你知道这现在汽油比肉还缺，真不好搞。汽油不好搞，搞豆油，还麻油呢。也行啊。行什么呀行？不行啊。当然不行。
怎么了？开了。你这怎么了？哦，没事，向老师，小毛病。这好久没开了。这你能修得好吗？您放心，马上就修好了。吵吵什么呢？怎么还差三个？叔叔，你给我判一判，今天我们在芦苇丛里玩，摸到一些钱，我们平分。他抢了我三个，没有，就有，没有，行行行行行，什么钱啊？给我看看。哎，这钱怎么这样？你看两边都一样。你傻小子，你捡了个假钱，你知道吗？给我看看。来。小概率事件启动了，我们在安全数值之内。好了，钱要平分的，你分给他吧。去一边玩去吧啊！去吧去吧去吧，别在这玩了，去吧。等等，我玩去喽。你们谁愿意给我一块钱？我给你。这个给你，去买糖，跟小朋友平分好吗？嗯。走喽，买糖去喽。战军，你莫非又有去反？是啊，我想去凤凰国转转。唐山猫死，不敢从击。你以前不是也经常跟我一块去吗？狙击手为狙击前，你动过都不能去。难道一个八路军的狙击手就能把我困在山洞里啊？目前来说，真是。马上把他给我找出来！不能让他跑出虎头山。嘿，狂风，狂风，哎，哎呀，哎，你怎么了？可能是起猛了吧。你不是起猛了，你是饿晕了。你得吃东西。我一直在吃呢。你为什么紧张啊？我紧张了吗？你的右手发抖了。你不愧是一个全世界最优秀的心理学家。别跟我开这种玩笑，孔芳。怎么了？咱们该出发了。白银，有句话我想跟你说。你说。我一直觉得孟大孟二的死跟我
们有一定关系。嗯。这鬼子头怎么还不出来啊？要不我先打他一个过过瘾。心思头上一把刀，得忍啊！少说这个忍字，上次就因为这个忍字坏了大圣。你给我忍住了，要不咱们先下去休息会儿，别再把你火憋出来。走，我是逗你呢，跟你开玩笑呢。走。饭桶，吃饭。